干嘛啦？上班不上班，你在干嘛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哪里？不用跟我的助理报告吧？你不要闹了啦！我跟你商量一件事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你商量的都没好事情啊！你先听我说完嘛。我中午不知道吃什么，而且一个人吃饭好无聊，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你就饱了。有这么好的事？对啊，你怎么不去买个镜子照照自己啊？这样以后都不用吃饭啦。对哦。副理，怎么样？最近报告准备的如何？我还抓不太到方向，不过尽力就是了。史上这次应该又把责任撇得很干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不会啦，反正多做也不会怎么样啊，成长还是自己的嘛。难怪子琪老师跟我说你很笨。说就算你做到过劳死，你没人会感激你。太常要这样说我啊，但是我自己不觉得自己笨。像我们这样的人才是公司的基石栋梁，对吧？有吗？还好啦，我觉得我只是做好我自己分内的事情而已。对了，子琪很喜欢吃你煮的意大利面。是吗？我最近跟他在一起，常常听到他称赞你的意大利面，所以我猜你的手艺一定很好。我手艺哪有好啊？那你可以教我煮意大利面吗？好啊，当然好啊，有什么问题？谢谢。那副理，我先回办公室了。嗯。屋瓦的部分可用木条一片一片粘贴在屋梁上，但要注意由下而上一条一条往上粘。小，边缘开始切开10公分，10公分，没事没事，楼下那个中度躁郁症又发作了，习惯就好了。继续，处理好了，做法都在上面。谢谢，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没问题。嗯。哎，处理，我问你哦，你是不是跟秦子琪在一起啊？其实我一开始也很讨厌他，
可是慢慢相处之后，我会觉得他很好笑，很有趣。他很会逗我开心，也会跟我分享他的理想目标。他真的对我很好，所以你们觉得我应该跟他交往吗？沈信仁，我受伤了，你帮我擦药。秦子琪，你刚刚在楼下干嘛？坐牢坐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来找信仁聊天啊。伤口很深哎，擦一点药就好了。会痛吗？还好。我先去洗衣服。也还好嘛，伤口这么小，叫成这样。车号3729，五分钟后到。沈先生说这样叫车可以省15块。信仁最近心情不好，你不要去抱他。他怎么了？他没有明说，不过听得出来是因为余承峰的关系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知道他很崇拜余承峰，所以想在偶像面前力求表现，压力很大吧？盲从。不要这么说，能在喜欢的偶像面前一起工作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。刚刚信仁还跟我说，他一定要想到提升业绩的方法，好让大师对他另眼相看。我刚刚跟你说的话，你不可以跟信仁说。哦，你之前跟我说过。我应该开始学习习惯依赖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试着去习惯。好朋友只是朋友，还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。说能在喜欢的偶像面前一起工作是一件值得。刚刚信仁还跟我说，他一定要想到提升自己的方法，好让大师对他更好。